台清晨发出黑色暴雨警告，持续四个钟头，市区多处地方严重水浸，交通瘫痪。旧咖啡湾有山泥倾泻，压毁寮屋，两个人死亡。欢迎收睇呢条新闻，详细内容。凌晨连续多个小时的暴雨，令到香港交通严重瘫痪。消防人员经过12个钟头抢救，由瓦砾挖掘隧道，终于找到两个被困的人。其中一个女人抬出来的时候，全身用毛毡包住，未见到有任何的反应。救护员证实她已经死亡。至于另一个被困的男人，抬出来的时候已经由黑胶袋包实，亦都证实死亡。至于早前消防挖掘的情况，由邝清伟报道。今朝早暴雨之下，港岛区多处地方水深及腰，交通瘫痪，情况混乱。何婉玲报道。上环一带是水浸的重灾区，虽然年初完成部分排洪工程，但是情况都没有改善。渠务署解释是半山有垃圾，令到截流渠未能够舒缓水浸的情况。由张君伟报道。而因为水浸而一度瘫痪的北大屿山公路有限度重开，交通瘫痪期间有旅客赶不及上飞机，当局预计公路在今晚可以全面重开。李燕仪报道。另外，大屿山发生多宗山泥倾泻，其中东涌路被洪水和沙石冲毁，路面出现下陷。李国豪报道。消息方面会报道，深水埗保安道街市三个鸡档的鸡只带有 H5N1 病毒，当局销毁街市内全部2000多只活鸡。另外会报道，政府正追查染病鸡只的来源，又宣布未来21日暂停进口内地鸡只，而本地农场亦都同时停止出口鸡只。翻嚟新闻时间。深水埗保安道街市证实有三个鸡档的鸡粪样本带有高致病的 H5N1 禽流感病毒，政府决定销毁街市之内全部鸡档2700只活鸡，未来21日禁止本地农场和内地农场入口以及批发活鸡。当局正追查鸡只的来源，若果发现再有街市验到有禽流感病毒，将会全港杀鸡。陈海欣报道。在渔护署署长发出屠宰令之后，食环署下午派人去到保安道街市封锁所有鸡档，着上保护衣物进行杀鸡行动。至于在长沙环临时加禁批发市场，就仍然有大批活鸡存放。再由陈海欣报道。有微生物专家就指，政府应该尽快调查病毒源头，防止病毒扩散。再次有街市鸡档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，反映人類感染禽流感的風險增加。上海有狂風雷暴，浦東部分地區更加落冰雹，供電設施受到破壞。體育消息，歐洲國家杯香港時間聽日凌晨揭幕，揭幕戰由瑞士對捷克，以合辦國身份參賽的瑞士希望借助主場之利躋身淘汰賽階段。至於捷克就受到球員老化和主力受傷影響，要好像上屆咁成為最後四強分子，不是咁容易。宋歸玲報道。睇下天氣啦，天文台預測多雲，今晚同聽日初時會有驟雨，部分地區雨勢有時頗大，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。現時嘅室外氣温係27度，相對濕度89%。展望下星期初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局部地區會有驟雨。環保署測空氣污染水平，一般監測站介乎輕微至中等，而路邊監測站係中等。呢一節新聞報道完，再會。